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的1230期的节目。今天呢，非常开心呢，算是特别加码啊、抽了一点时间呢，硬是要把这个玩具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来自于 DS9 的封锁，这款呢可以说是我最近这几个月吧啊，玩过呢变形最好玩的一款玩具了啊！不管是官方还是第三方在内，这一款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它呢最大的毛病啊，就是这个地方啊，只有一条的这个插栓呢、啊，做一个固定啊，可以说是 OK。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软哦，还是有一定的稳定度，但确实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单薄的。那这个地方的话，甚至你可以把它给推出来啊，做一个分离。那么呢，因为呢这是一款测评件啊，我手上的话呢是没有其他的说明书啊，也没有其他的，完全就是靠盲辨。那至于它的一个合体的形态的话呢，因为没有其他队员，所以我也不会做讲解。但是呢，我必须要说这一款的变形过程呢，真的是太美妙了啊！昨天的话呢，已经发了一个小小的动态，相信各位呢。应该也会蛮期待的。听说国内国外呢，对这一款的一个评价都非常的高。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尺寸大小啊，比现在的 L 级的话呢，都还要来的高大的多啊。这是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那待会的话呢，你可以记得啊，这是官方的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待会来变形成车子的时候呢，大小呢跟这个呢不会差到太多，所以它的一个压缩技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了不起的。那人物还有一个特点，就非常非常的薄。后面的这个背包呢，我还是故意把它给按下去哦，让这个地方能够凸起一点点，我是故意的啊。你也可以把它给弄上来啊，就整个是一个大龟壳，我觉得这样不好看，所以我宁愿把它给折成这个样子。那它的身上的话呢，可以就顺便看一下它的细节吧。紫色的一个墨镜啊，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上下左右看都没有问题啊。手臂的话呢，平举的话呢，这里是可以平举。那上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变形的时候用到的一个关节，你也可以靠着这个地方把它举起来啊，但是呢比较没有那么好看。还是靠这个地方举就可以了。这样举的话呢，虽然没有齿轮关节，但是呢紧实度还是非常可以的。这样子前后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额头肌可以转动。手肘的话呢，变形的需要是一个双动关节。拳头的话呢是一个这个张开啊，拇指的话呢是可以单独的动。那其他四指呢是单独的一个共用的一个根部的一个关节，360度的转动是没有问题的。手臂的话呢，这个地方有几个车子前面的这个引擎盖呢去做一个覆盖。那本身这个地方的变形的话呢，初拿到的时候感觉有点复杂，但之后的话呢你就会特别特别的着迷了。那枪的话呢是一个 MP 式的一个握法，这个枪的内部呢是有一个小凸的啊，直接扣进这个手掌里头。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扣的还蛮紧的，只要你压紧的话往那一捏啊，基本上这个枪的握持的这个稳定度还是非常好的。脚的话呢，这个地方有个小裙甲可以掀开往前往后踢。那么膝盖的话呢最大到90度啊，这个造型的话呢，这个地方是特别有个局限的，虽然是个双动关节啊，但确实还是只能90度而已了。脚踝的话呢，脚前掌呢可以动啊，这整个后面的话稍微有点空。其实它的脚后跟呢还是比较单薄一点，脚后跟的一个站立性是没有的一个延伸的、啊、只能够靠着这个脚斜肩这个地方呢做一点简单的调整。但是呢你应该可以看得到了、哦、这一款的话呢，其实以可动度来讲的话呢，真的还是非常之不赖啊，特别是腰部这段这个旋转过来之后啊，可以转出一种非常奇怪的，甚至是所谓的一个啾啾式的一种站立的。对这个家伙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困难，非常的不困难。然后这个地方这块凸啊，这块凸也是蛮妙的，这个在动画片里的话，身上确实是有这一块凸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跟各位示范一下这一款 DS9 封锁一个非常精彩的变形。首先的话呢，在变形的时候呢，这个部件往上面推啊，头呢才能够顺利的缩进来啊，因为这个头的话呢，跟后面这地方是有个联动，如果你按下去的话，头会顶上来，所以你要缩进去呢，必须把这块部件给翻上来。我们先从车子的一个上方开始变形好了啊，上方变形的话，第一个步骤喜欢先把这个地方给往上翻，这个地方两侧都有两个部件往上翻，里头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部件，把它给翻出来。这个呢就是可能是它整个变形步骤里头呢唯一的一个呢稍显琐碎的一个小地方，其他每一个地方的变形呢几乎呢都是亮点了。轮胎一定是朝外，这点没有什么问题的。转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部件呢，记得啊，这个地方记得我怎么转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部件给打开，从这个地方给翻开来，这里翻开，拳头收进去之后，收进去啊，只要能放进去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把它怎么个转法呢？这样子，这里有一个手轴是往内转，这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转轴的一个关节。记得的话呢，是先这样子，这个部件给翻出来之后呢，转过来，
把这个像散热片的这个部分呢是朝到车子的一个正下方，然后顺着这个地方呢把这个手臂的话呢给折进来，这样子折进来。好，然后这个部件你可以再翻转过来到这边，这里做一个拼凑，上方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我们的手臂的已经基本上已经变形完成了，非常行云流水的就变完了。它的一个真正要理解就是这个地的轮胎是朝到外面来，然后这个部件呢打开之后呢把这个拳头收进去的情况下呢，把这块部件呢先给挑出来啊，这块部件挑出来，因为它这块部件呢这里要特别跟各位提一下了，这块部件它这里是有个凸，看到没有，这里是有个凸啊，它是卡进去这个洞里头。那这个部件的话你要先把这个凸给翻出来之后，这块部件呢才能够解锁，才能够做一个翻动。那翻动的时候刚刚提过了，翻的时候提过了，这个像散热片的部分是朝车子的一个底部，然后顺着这个手轴的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塞进来，拳头啊记得收进去了啊。这块部件你也可以先翻出来到这边，然后呢顺势的把它给折叠进来到上方，你这样一到转到上方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个形状已经非常的接近了。那么这款玩具呢一般的评价呢说它变形的时候呢有着一个空间利用的话呢是比较一个琐碎的，空间的一个运用的话要求比较多。其实呢这种说法是对，但是呢这一款玩具呢有一点超高分的一个你们可能在画面里头感觉不出来的，就是它的容错率之高啊，是我玩过的变形金刚玩具里头呢以这种难度的变形呢然后拥有这种容错率的呢，这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啊。虽然空间的要求很多，但是它允许你有很大的空间去推移压推对，就反正就是吹寒吸点扣怎么样反正都行，它就是能够很塑胶也不错啊，它就是设计到说呢本身的用胶用料空间的话呢会让你虽然有点拥挤，但一定是可以让你变得过的。刚我做了一个腰转的动作，再做一个翻转大腿的动作，再来我们再做一个翻转轮胎的动作啊，这三个回旋的部分呢我建议你先把它给做完，以免到时候混乱了，这样子这三个部件一口气的把它给做完啊，因为我是怕我变到不知道怎么跟各位讲。接下来我们再开始翻折腿这个部分呢，把它给打开，它的这个部件的话是从这个地方翻折开来，这个腿就整个打开了。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整个部件整个翻出去，再来的话就旋转这块部件了。记得啊，它旋转的时候呢是朝着一个某一个方向，你转推动这个双动关节推出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转是转不动的。你把利用双动关节把它推到下方去之后，它整块部件就可以做一个转动。它一定有一个方向是可以让你转动的啊。如果你像转到这边是对的，你如果转另外一边转错，它一定转不过去啊。你不用特别去记，转到一个可以转的方向就对了，你看这个地方拼凑出来了。然后两腿的话呢，这个地方结构不一样，这一侧的话呢多了这块部件，记得把它给推出来，这里有个凸啊，只有这一侧有，另外一侧就没有了。再来的话我们就进行一个腿部的一个合上去盖上去的动作。那盖上去的时候呢是这样子啊，这个容错率之高啊就是非常让人啧舌啊。这个地方记得这块部件在里头，这块部件是最后才压，这样子收进来到这边，这个地方给盖上去压起来。好的，这块部件的话呢就暂时的放到这里就行了。我们的一个车尾巴呢这一侧的话已经算是 OK 了，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变形了啊。再来的话我们就变形另外一侧了啊，一样的啊，从这个地方先把它给解锁开来，解锁然后整个的往外翻出去，再来一样啊，把这个双动关节把它转到下 转下来一层之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由做一个转动了。这一侧转不过去，那一定就是转另外一侧了，转过来这一侧的话呢腿呢就直接包覆住了。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腿的话呢这一侧你看到没有，虽然有很多的干涉，但是你完全可以把它给推出去啊，做一个自由的一个转换，这样子推上去。这一块部件呢可以准备把它给翻进来到这边， OK， 这样子硬式的呢把它给翻进去了啊，这个就要给往上面推。两侧的变形呢已经完成了啊，虽然他觉得好像会互相的推移挤压，但是呢本身的塑胶还有它的一个容错率之高啊，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美妙。这个时候呢只需要把它给朝中间呢做一个推移推进来就行了啊，这里推进来，然后这个门的一个内侧这里是有凸跟凹的一个结合。这个变形的话呢以第三方的玩具来说，这样子的一个手段呢实在是非常之美妙啊，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它给变形完成了。轮胎的话呢稍微去捏紧一下就没有问题了啊。滚动性的话呢看到没有，这种滚动性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妙。那至于它的这个武器的话呢，这是唯一它的一个扣分点了啊，挂上去的话当然是一个
比较丑陋，没有那么好看。OK， 这是一台保时捷系列的跑车吧啊，非常漂亮啊！这个武器我们就暂时先把它给取下来了啊，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身上，虽然有一些合缝，但是都非常的合理，几乎已经接近到真车才有的这个缝啊，不是真车有的缝的话，它几乎已经极尽所能的减少了。虽然这条线啊，可能是说我也没有机会开过这种车，我也不知道。漆面也很漂亮啊，这个金属的一个红的一个感觉，车头灯也都是有涂装的。那前面的这个灯的话呢，也是一个透明的部件。然后翻到侧边，这个轮胎的话呢，上面也是有一个橡胶的，所以推起来呢，非常的流畅，非常的舒服。底盘呢，几乎是一整片的完美包覆哦，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分的一个变形和车型。当然，人形还是略显单薄，个子也非常的巨大。那我们刚刚提过了，这个是变形成车辆之后的一个大小，它的一个压缩技术呢，可以说是达到一个非常高分的一个效果了。甚至将车子放在一起啊，连这个车子这个厚度的话，也都是做到非常的接近的，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款车型啊，玩起来的可以说是行云流水，非常的好玩。最难能可贵的还是那三个字，容错率。尽管变形似乎非常非常的纠结，但它就是可以硬啊推啊压啊什么的，就把它完成一个人形跟那个一个车型的一个转换了啊。这个地方怎么会没扣到 ？OK， 把它给扣进去啊！刚还变得那么开心啊，原来有个地方漏变了啊。另外一侧有变好 ，OK 吧？就这样子吧啊。可能刚弹幕已经有人发胡叔日常漏变了啊。OK， 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推荐这款玩具，非常非常的棒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